我宣布2023年秋季舞狮兵受教仪式现在开始。见我这么干扬，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手中钢枪，起加油。见我这么干扬就是见我使命与荣光，我一定不辱使命，牢记住我坚决听党话跟党走。见过这把钢枪，我将承担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，应有顽强，刻苦训练，苦练山地本领，誓死保卫祖国。我宣誓，我宣誓，我会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装备，我会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装备，严格执行装备管理规定，严格执行装备管理规定，正确操作使用和维护保养装备。